属下不明白，您为什么要答应川岛将军接手这个仓库的调整方案？你现在不明白我为什么这样做吗？属下愚昧。如果不肯接手的话，川岛将军一定让李子航继续担任。我们存放原料的信息都放在这些文件里面。以李子航的聪明，他肯定从中找到了端倪。 尽管川岛将军很信任他，我不会冒这个风险。但是您接手了这个，会浪费您太多的时间和精力。哼！为了封印计划的安全，浪费一点时间是值得的。我们在上海已经没有任何退路。如果我们存放这些原料的地方被敌人知道了，那么我们整个上海所有的计划…… 都彻底陷入了被动的状态。属下明白了，那就快去做吧。 阿金，哎，你们怎么来了？有件事情想请你帮忙。嗨，什么请不请的？用得着我的地方，义不容辞。 怎么，很重要的事情？我们需要一批军火，你有渠道吗？虽然说都在黑市上讨饭吃，但是隔行如隔山，我们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办法。你好好想一想，有没有什么朋友可以帮得上忙的？军火生意跟别的买卖不一样，牵扯到各方势力，关系错综复杂的，我只能试一试，成不成可不好说。 这个我理解，安全最重要，不能过于冒险。如果你这儿不行的话，我们再想其他的办法。好，你需要什么类型的军火？炸药，威力越大越好。你约的人已经迟到5分钟了。他们可没有那么强的时间观念，再等一会儿吧。 我本来担心你会因为这次行动怪罪李子木，不再跟他们合作。看来我是想多了。我为什么要怪罪他们？他们付出的心血比我们多，我没有理由怪罪他们。再说了，李子木说的对，越是接近封影计划的核心，就越艰难，所以这个时候，我们更需要团结。 等这次军火的事情搞定之后，我亲自到几个地方查看一下。好，来了，那个人就是我约的黑市贩子阿龙。这个人样子也很普通嘛。人不可貌相。哎呀，阿龙，哎，唐老板，您是财大势大。 怎么会想起照顾我的生意来了？嗨，这人呢都有遇到沟坎的时候。我遇到点困难，想找你帮忙。唐老板，现在在租界做我们这行和以前可不一样了。现在是谁和巡捕房关系好，谁就有地盘。我那个庙小也被人收了，现在是跟别人混口饭吃。之前是谁在做主？之前是青帮，现在青帮的老大。 跑的跑，躲的躲。现在青帮的风光也不在喽。哎，阿龙，我听说还有些人是日本人在后面支持。对，不过和我们不搭界，他们走的是另一条线路。哎，对了，唐老板，你们要的是什么货？看看我们堂口能不能吃得下来。
炸药、雷管、手雷、这枪支弹药。唐老板，您这是要建军火库怎么着啊？我说了，这人都有遇到困难的时候，你就别打听这些了，你就告诉我有没有。啊，有倒是有，不过现在日本人在各个渠道检查特别严，进货也不容易。嗯，我们这儿只收硬货，不收银票。价格好商量，黄鱼我们也都带了，但是我们要跟说了算的人面谈，毕竟这不是一笔小数目。成，我回去跟我们老大说说，他同不同意咱们在乐府茶楼碰头。好，一言为定。一言为定，那行，好，那我先走了。这个人说话还算老实，他知道我的身份，不敢乱来的。那就好。如果你坚持要让你大哥帮忙的话，我保留意见。那你的意见呢？我劝你不要冒险去供应处，虽然你大哥会掌握一些情报，可是日本人肯定会对他进行严密的监视。那如果不从这里入手的话，你们还有其他办法吗？暂时没有。其实找我哥不光是问他要线索，也是想去供应处看一下档案，看看能不能找到什么端倪。其实你心里还有一个担心，你担心你大哥被日本人重用以后而彻底沦为汉奸。有这方面的原因，但更重要的是我们尽快完成任务。好吧，如果你大哥不同意的话，不要强求，我们可以另外再想办法。放心，他不会不同意的。这阿杰怎么还不出来？这都这么长时间了，急死我了都！我说胖子，你要真着急，你自个儿进去看看行不行？你这话什么意思啊？你不着急啊？你再碰我试试。别吵了，阿杰出来了。哎，怎么样了？哎，真对不住啊，我找了几个兄弟，他们也没有这样的渠道。没关系，我们再想别的办法。辛苦你了。哎，辛苦倒没什么，就是事没办成。那。我就先告辞了。现在怎么办？啊，先回去再说。实在不行，就从日军那边想办法。行，走走。哎，你们怎么来了？你们呢？你们来这儿干嘛？没有什么好隐瞒的，我们来黑市买些军火。你们不是有专人提供吗？怎么你们也需要黑市啊？一言难尽，各有各的难处吧。你们来这儿也是为了军火？没错，只是没找着门路。林队长，你看可不可以？哦，既然有一样的难处，那就一块解决吧。林队长，敞亮。我还以为您要在司令部待上一段日子，没想到这么快就回来了。这得感谢田中大佐，他觉得不应该由一个中国人来制定军事仓库的仓储调度方案，所以呢，他接手了啊。不过也奇怪，这个田中大佐好像平时不太关注司令部的后勤调度室，这会儿怎么对仓库存储方案这么积极？这个咱们就不探究了。反正呢，该做的我已经做了。川岛将军那边啊，我也有了交代了。是。处长办公室。好，我知道了。大少爷。嗯。二少爷来了，现在人在大厅。这个时候他来干什么？
要不然我告诉他，现在您不在，有什么事咱们回家再说。不用了，这家伙猴精猴精的，他来之前肯定已经打听过了，知道我在这儿。让他上来。那我去接他。嗯。二少爷，你不是有我们供应处的通行证吗？怎么不自己上去啊？我不是担心大哥有公务在身吗？你们供应处现在越来越忙了。是咱们，你忘了，你现在也是供应处的一员。说的也是。走吧。鲍科长，李子航的弟弟来了供应处。我知道了。本以为你忙得不可开交，看来你还挺悠闲的。悠闲？整个供应处除了你之外，没有人可以用这个字。怎么又说到我这儿来了？我就是个编外人员。说吧，找我什么事儿？我想知道关于日军化学原料的线索。化学原料？这都是军事机密，我怎么会知道？你现在负责协助日军后勤方面的事情，对这些应该有所了解。日本人的体系你也非常清楚，我呀不过是负责外围的一些事情。化学原料，我仓库里倒是有一些，不过是一些甲醇呢、乙醇之类的东西。不是这种，是研制毒气的原料。啊，这个我还真不清楚，我帮不了你什么忙。你是真不知道，还是不愿意帮我？不是，我刚才的话说得非常清楚了，我真帮不了你。你查这些东西干什么呀？当然是要破坏它。日军在上海研制毒气，如果成功了，会毒害我们多少同胞？我们怎么能视而不见？如果你真的不知道，那你就让我去档案室查看一下档案。档案室的资料我非常清楚，你根本就查不出什么东西来。再说了，档案室日军戒备非常森严，你如果去了会引起他们的怀疑的。不查怎么知道？你是不是怕受牵连，所以拒绝我？我要怕受牵连，我早就告发你了。你要是告发我，我就说你和我是同谋。威胁我呀？你是我大哥，我帮你都来不及，我干嘛要威胁你？就是说，不管我同不同意，你都要去档案室。是。你要是不答应也没关系，晚上我自己来，档案室的大门还难不倒我。行行行行行，我答应你。不过你不能去，档案室日本人戒备森严，你如果去了的话，他们会引起怀疑的。这样吧，我让魏平把这些资料都拿到我的办公室来，你在这儿看，你看行吗？还是你想的周全。两位里边请。成哥，这两位就是我说的货主，这位是唐老板，这位是顾小姐。唐老板，这位就是我们船上掌舵大哥程哥。程哥，幸会。二位可是大顾客呀，来来来，快请坐，请坐，来，请坐。哦，顾小姐可是一位娇滴滴的美人啊，来谈这种生意我还是头一回遇见。凡事都有第一次嘛，像您这种见面不谈生意的，我也是第一次遇见。看不出来啊，哎，这个顾小姐还是个场面人。你们的单子我已经看过了，货我这儿都有，只不过这个价格不知你们出不出得起呀。程哥，您不妨先说个价听听。弹药是没问题，可这炸药现在可是紧缺物资啊，更何况
你们要的还是 TNT 的烈性炸药。我呢，合计了一下，看在阿龙的面子上，10条黄鱼，你们的货就给齐了。成哥，您这刀宰的有点狠呢，这可比正常价格高出1倍还多。这个价格啊，你们可以不接受，我呢也没有强迫你们一定要来买我的货。成哥，咱们之前不是说过吗？那是之前，现在我改主意了。哎，不是阿龙，怎么回事啊？你怎么帮着外人说话呀？唐老板，对不住啊，这事儿成哥说了算，那您再考虑考虑。顾小姐，你是准备一直坐在这儿跟我扯闲篇谈生意呢，还是就此一拍两散？原来成哥在这儿等着我呢。5条黄鱼，这单生意成交，从此你走你的路，我走我的路，说不定山水有相逢，再见有交集。5条黄鱼，开什么玩笑啊？你拿什么来抵剩下的5条啊？顾小姐虽然长得有几分姿色，可也不值那么多钱呐，最多也就是2-3两银子。我拿你的命抵5条黄鱼，值不值呢？值。你今天给我找的什么顾客呀？害得我颜面尽失。成哥，他们是过分了点，不过您敲竹杠也敲得太狠了吧？他们咱惹不起，大不了咱今天做完这单生意，以后不和他们来往不就得了？他们惹不起，呸！走着瞧。哎，成哥，你别生气啊，成哥。我去跟着他们，一会儿带凌霜、严季好找我。真没想到，你今天会做出这样的举动。这个成哥可是栽了一个大跟头。对于这样的人，就不能让他得寸进尺，不然他会提出更多的要求。说好下午交货，我们还是要提前过去布置一下，以免他们耍别的花样。防人之心不可无，但是沈飞那边应该不会有什么事情。说到沈飞，他们还在外面等我们呢。我们现在去跟他们会合。嗯。哎呦，你们可算是出来了，再不出来我都进去了。就是，怎么就你们俩？沈飞呢？沈飞看那几个人神色不对，就跟过去了。这个事儿怪我，因为他们被我们反制，觉得丢了面子，所以脸色很难看。哎，如果仅仅是这样的话，沈飞不可能跟过去的。他做事一向沉稳，不像我和安生那么急躁。他会在路上留下暗号，咱们只要跟着暗号，就一定能找到他。也好，早点摸清他们的底细。好，那咱们过去看看。走走。飞留下的标记。走。哼！我们虽然不怕他们，但是我们也没有必要和他们对着干。何况我们做着生意，
时常和他们接触。依你的意思啊，这事就这么算了。强哥，咱们忍一时，风平浪静；退一步，海阔天空。咱们彼此都留点颜面，留点颜面。那我的面子呢？我的面子呢？你不是没看到啊？那女的拿枪顶着我的脑袋，这事要是传出去，日后在上海滩我还怎么混？吴三和日本人走得特别近，你找他做什么？日本人不是一直想要上海站的消息吗？我们把他卖给日本人，一来赏钱是有了，靠山也有了，日后我们的生意就更好了。成哥，这种事情你不能做，咱们大家都是中国人，你不能像吴三那个王八蛋出卖祖宗给日本人当汉奸。如果传出去，那我……这事儿你不说，谁会知道？愣着干什么？去！是。标记，看标记，是往那边。哎，沈飞，出什么事了？那个阿成准备把你们出卖给日本人。这个阿成虽然为人一般，但是投靠日本人这种事情可是犯了大忌，他怎么会想这么做？哼，知人知面不知心，我看他们早就有这个心思了。本来还想跟他们好好做笔生意，现在看来没有这个必要了，必须要好好教育教育他。我也有这个想法，不过他们毕竟是中国人，教育他们可以，不能滥杀无辜。你放心，我自有分寸。走。这位大哥，这附近有租房子的地方吗？我不清楚，找别人问去。哎，您看这里外里的，就你们两位，我找谁问去啊？那就到别的地方去找去，我没工夫搭理你。好好好。哎，来，把枪掏出来吧。Thank you.
把枪放下。放下。去！过去。成哥，听说你要把我们卖给日本人？怎么可能呢？干我们这行，也有我们行内的规矩，怎么能和日本人勾结在一起呀？啊，这日后怎么在上海滩混呢？再说，我也不是出卖朋友那种人呢。阿龙，你说是吧？我在窗外亲耳听到你让你的人去找吴三儿，还不认账？哎呦！我呀，那也是一时的气话，说说而已呀，不可以当真的。你派去的人被我在半道上截下了，一时气话。我们对付想要当汉奸的人，从来不会手软。你这是死有余辜。饶命，饶命，饶命！我没有做汉奸，我只是一时生气，想找人出气罢了。你们饶我这一回啊！我以后绝对不和日本人合作，我发誓，如果我再有这种念头，我天打五雷轰，不得好死。唐老板，陈哥这也是一时糊涂。对对对，幸好也没有铸成大错，您就饶他这一回吧。啊，饶了他，说不定转身就把我们卖给日本人了。不会，绝对不会，绝对不会！我以我祖师爷的名义发誓，我绝对不和日本人合作。还有，你们需要什么东西，我全部免费赠送给你们。日后有什么需要，我都可以帮助你们。是，可以吗？该给的钱我们一分也不会少。你要再敢动当汉奸的心思，我绝对不会饶过你。听明白了吗？听明白了，听明白了。我跟你说过了，这是我经手的，没有你想要的东西。那倒未必，仔细查看，总会发现一些蛛丝马迹。那你发现了什么没有？暂时还没有，但是还是有一些疑点。你们物资供应处会定期采购一些化学原料，分发到日军的各部队，他们要这些做什么？这些都是合成消毒药水，还有制氧用的原料，因为日军定期会对营房进行消毒。或许吧，但是他们并非生存在缺氧的环境里，要那么多制氧剂干嘛？而且消毒药水的量也很大，用一次足够他们对营房进行几次消毒。即使他们生活的再讲究，也没必要这么频繁吧？这些我就不知道了，我只能帮你到这儿。那我可不答应，今后我有求于你的地方还多了。怎么，你要吃定我了呀？那当然，谁让你是我大哥呢？为这里，丽媛科长，石英石英，您今天怎么有空过来了？正好路过来探望一下李处长。哦，那我给处长办公室打个电话，我看他在不在。不必了，我直接过去就好了。啊。让你接手家里的生意，你就是不听，整天就知道游手好闲。丽媛科长，没答应过我还是先给您通报一声吧。生意只是你在管，现在出现了亏损，你要把责任推到我头上。谁让你非得当这个破处长，把家里生意都给荒废了？给我站住！
这家里生意又不是我一个人的，你就不能分担一点吗？好啊，那你先兑现你的承诺，把那些日本股东都给清出去。你知道这根本不可能，那就别跟我谈什么生意的事。哎，你，李元科长，李元科长，非常抱歉，来，请进吧。嗯。李元科长，请喝茶。李处长，嗯，我冒昧问一句，你和你弟弟这是怎么了？哎，别提他了。我这个弟弟啊，虽然说一无是处，但是呢，对做生意啊，他还是有一定的天赋的。我呢，想让他接手家里的生意，可他一直不同意，整天就知道游手好闲，无所事事。我刚才在门外听见，他要你答应清理日本的股东后才同意接手生意。看来你弟弟对我们大日本帝国不是很友好。哎呀，没有没有，李元科长你误会了。事情是这样的，当初呢，我是看到华中振兴株式会社入股我们公司啊，这是一件大好事。但是呢，我怕我弟弟不同意，所以呢，就事先骗他，让他把他的经营权转让给我。这才让入股的事情顺利地进行下去了。哎，事后他知道啊，他非常生气，说我骗他，他是对我骗他这件事情耿耿于怀，但是他对大日本帝国还是非常忠心的。啊，原来是这样啊。那么，你们二人一直在谈论这件事吧？啊，那倒不是。我弟弟虽然不参与公司的经营，但他也是我们公司的股东之一，所以今天我叫他过来，谈一下我们公司账目的事情。嗯，李处长，你和你弟弟再好好谈谈，兄弟之间，什么事都可以解决的。哎呀，对付别的人呢，我有的是办法。可是对我这个弟弟啊，我还是真没辙呀。陈哥，你看，事情都办妥了，他们很讲信用。这是他们给的五条金鱼，您收好。阿龙，你跟那个姓常的很熟是吧？啊，打过几次交道。陈哥，您问这个干什么？阿龙，你把姓唐的落脚点告诉我。上次啊，他们害得我颜面尽失，这事儿呢，咱们可不能就这么算了。陈哥，我劝您还是算了吧。虽然说他对你有不敬的地方，可是也没有伤害你啊。何况他们也把金条给我们了，可当时您做的也……哎，我说阿龙，你到底是哪头的人呢？你怎么净帮着外人说话？不是，陈哥，咱们得罪不起啊。哼，我对付不了，日本人可以。这，陈哥，你可发过誓，不把他们出卖给日本人，你可不能出尔反尔啊。哼，当时啊，那是他们拿枪顶着我的脑袋，我没办法，我才这么说的。这投靠日本人有什么不好的？你来看看，整个上海除了租界都是日本人的天下。我们现在不投靠日本人，等回头租界也是日本人的了，那我们在上海他还怎么混呢？陈哥，如果你一心这样做的话，我只能带着自己的兄弟寻找他路了。阿龙，你决定了？你真的想这么做？当汉奸的事情我做不来，兄弟们也不答应。你们干什么？放开我！陈哥，陈哥，放开我啊！
你马上就会向那个姓唐的报告，是不是？成哥，我绝对不会做出卖兄弟的事情。成哥，我们兄弟一场，相信我，相信我。你让我相信你？我告诉你，阿龙，我阿成从来就只相信我自己。这，让你出外行。你们怎么在这儿？我们去找阿杰帮忙，结果空手而归啊！回来的路上碰见了林队长他们，他们正好要去黑市谈军火生意，然后我们就跟林队长他们一起行动，大获全胜，满载而归。是吗？跟我说说，怎么个大获全胜？那个军火商知道我们的身份，就想把我们出卖给日本人，还好沈飞兄弟机警，识破了他们的阴谋。所以你们就黑吃黑，索性抢了他们的军火。哎。你这可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啊！我们抢呢，虽然是抢了，但是该给的子儿一个都没有少。你那边怎么样了？我去了一趟供应处的档案室，发现供应处定期会给日军提供消毒水和制氧剂，但是我认为部队根本就不需要这么大的量，所以这应该跟他们的化学实验有关系。消毒水和制氧剂，他们要这么多这东西干嘛？我也在想，还没捋清楚头绪。行了，你们先回愚园路的住所吧，我回家整理整理，尽快理出思绪来。行，你之前不是说过吗？越是接近真相的时候越是艰难，我们都在非常努力地查找线索，我相信很快就会有结果的，你不要给自己那么大的压力。其实我最担心的是时间，如果迟迟不能打破僵局，我们就会越来越被动。行了，不用担心我了，这几天大家都挺辛苦的，借这个机会好好调整一下。嗯，走了。去的几天时间里，除了司令部和特高课，田中信一去的最多的地方就是孙记锻压厂。但我们之前调查过那儿，孙记锻压厂没有任何问题，而且之前田中信一在这设置圈套伏击你，如果是核心实验室所在的话，他是不会这么做的。不行，我们还得进一步查清楚，他到底在里面做了什么。也好，那你带几个兄弟们过去看看。我一个人去就好了。人多了反而不方便，注意安全。你确定那些人都是上海站的人？非常的确定，我手下呢跟他们中间有一个姓唐的，之前呢就认识。那你的手下呢？他嘛，不同意我投靠皇军，我就把他给杀了。真是愚蠢，他活着岂不是对我们更加有用？他当时也是没办法，不得已才这么做的。他那个手下顽固得很，你要是不杀他，他回头就去向对方告密。可是这样一来，我们就失去了有用的线索。科长，我见过他们，我呢也能记清楚他们长什么样，我可以协助皇军抓捕他们，不过有个条件。什么条件？我呢希望以后我们的生意得到皇军的大力支持。好，只要你能帮助我消灭他们，以后上海的所有军火生意我让你一个人掌管。好，科长，我一定尽力抓捕他们。
从夜色中走来，迈着坚定的步伐，从黎明中走来，带着尘土和笑。这初阳